大家好，我是威听。首先恭喜三口茜两局直落战胜捷克史菲德晋级八强。首局开局双方比分六平后，三口茜率先拉开比分差距，以11-7进入半场。半场后三口茜接着打了一波10-5，21-12拿下首局。第二局开局三口茜略有优势，打了一波11-8进入半场。半场后三口茜再接着打了一波10-6，21-14拿下比赛。